你的理想是什么？有钱，退休。我来这儿就是想认认真真的当个美容废人。跟你说，我毕业那会儿啊，存的钱也够买几平米。转眼十年过去了，还是只能买几平。没车，没房，没对象，只有病。工作不突出，业绩不突出，腰间盘突出。我图人家条件好，人家图我大美女。那再过了几年，我还是大美女，那人家条件还好吗？只有自己拥有的才是自己的。就像你休息的时候啊，你也得回信息，回客户电话。我老说我们酒店像一个大的钟表，员工就是内部的齿轮，人跟时间在跑的话，永远都是输家。